就是刚好刚好这样的意思。谢谢铃铛，晚上好，大家午安。午安小宝贝儿。哎，点歌可以呀、啊？不可以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没有接色色的哦。小小冰香蕉咬，好。全部都要打，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打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真可爱。哪来的是不是比较保守点？不会呀、啊，就要看人的。这牙齿真会咬人呐、啊！你别惹火，我咬你的。这个曲风感觉比较旧了，这首歌。可是也这首歌也是当年很流行的一个音乐。我不好意思，不会跳舞呢。我又不是专业跳舞的。主播哪里人？马来西亚人啊。爱情小丑，哥哥们点歌也给我刷一点呗，对不对？点歌也给我刷一点呗。你就这样来点歌，你不如你在家里开那个 YouTube， 在家听不是更开心啊？对不对？你就刷点嘛。你还认真就刷了一个铃铛，家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，没有电脑用手机呀、啊？你刚才说你这个是那个什么手机，隔空嘛？我没手机，我是用别人的手机看的。谢谢我的男朋友，我是你的粉丝，然后呢？哦，然后呢？我没手机，我是看那个，我用望远镜看别人的，然后让他帮我回的。我拿别人手机，你这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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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我从东追到西，我把你从哪里追到哪里，点个免费就是不可能。你也给个钱缴个电费吧，是吧？你给钱买我。买一颗喉糖给我吃一下嘛，行吗？没有，有个哥哥，他的名字叫我的男朋友。有一个哥哥，他的名字叫做我的男朋友。我刷了能顶不？哥哥，你也豪气一点嘛！你豪气一点嘛！好啦，有刷的都可以，但。就不要只刷一个铃铛嘛，这多么不好看呢、啊！刷一个拍拍一个铃铛呢，多不好看是吧？你怎么都六六来一组吧？小哥哥能点吗？哇，中大奖了！哦，就说了吗？哎，但是不是刷给我的那个？哎呀，小红弄我呢？想糊弄我呢，哥哥。那个男朋友的刷率就是我的，那个是紫色的。你看，在我这中那么多了，哥哥，你回馈一下嘛，哥哥。来自世界来自的科科，哥哥回馈一下嘛。你看又中了，是不是？在我这过奖还中呢。有要点歌的哥哥，有刷的哥哥，就来给我点歌吧。
我明天签到，其实还有猫币可以拿呀，还不错。还有猫币可拿，谢谢四条一的关注。我还有一分钟就下播啦，大家还有什么想刷的，赶紧刷，刷起来，刷起来。哇，又中奖啦，六六六，六六六，露西份儿，哇，五百倍大奖。哇，又中啦，哇，六六六，啊，五个六六六，哥哥。啊，你们超棒棒的耶，至少四等以上每天都可以点到免费的币。四等啊，那我四等了吗？我好像是四等啊，点我头像应该就看得到了是吧？五等了，哇，真特别好。那个 Lucifer 哥哥四等了，卢西弗哥哥突然变成我总榜一了，有点开心。因为我在这里没有什么，就刚来嘛，也没有什么哥哥会帮我的。非常谢谢你们愿意在我这里陪我聊天，毕竟我也出来报道，国民女友一米八，这个是主播吗？我好像有看过这个名字呀。大家好，六六六，我下播了，大家。我其实有点累了，充不了多久，充不了多久了。那我要先下播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嗯。我下播了，因为今天另外一个平台有打比赛的关系，用的精力比较多，所以大家不好意思不能陪你们太久了。那么下次再来我房间陪我刷奖，听我唱歌，安排。